知道吗？如今有这个怪兽之王哥吉拉，竟然是占领新庄了。在这个主题音产，蒋先带您来看哦。可以看到呢，一进到大厅就有高达2公尺的哥吉拉模型是出现在现场，它是有一种这种咆哮的感觉。好，其实我175公分哦，它竟然是比我高了2-3颗头，哎，真的是霸气十足。好，那么呢，除了呢这个巨大的怪兽模型呢，也可以看到、哦、走进来呢就有呢13组的这个哥吉拉的模型。像是呢它这个破坏建筑啊，还是破坏列车，是通通神还原。好呢，也可以看到呢就影迷哦是已经抢先来朝圣了，马上来听一下他怎么说。哎，午安，不好意思哦，哎，今天是特地来看哥吉拉的吗？对，是来看哥吉拉，没错。哦，从小看到大就是了。是啊，哪里吸引你啊？他就是就我喜欢，从小喜欢恐龙啊，所以他看起来就是像恐龙一样啊，也啊线身上的线条也蛮漂亮。哦、oh, ，就很有肌肉感，就是的。好，还可以听到呢，这个影迷哦，真的是从小看到大啦，所以说呢，来到现场都好兴奋。好，那么除此之外呢，在这里哦，之后还会呢来播映哦这个哥吉拉的系列电影。好，那么呢，就跟这一些他们特地打造的模型在一起，也是让好多的影迷掏出手机就是抢先拍不停了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